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etronas Chemical， 它的收盘价是 4.80， 它果然呢就是被这个套牢盘挡下来，也被这个过去历史的筹码主力线的指着线、撑着线挡下来，没有能力站上去 5.00， 它又撑回来，这个其实呢是一个好事来的。之前如果你有 follow 的我视频，你应该就是会卖在 4.9 左右，现在 U 撑回来就是一个回调买上涨的机会，它的支撑很显然就是这一个 4.60 指着线，如果它有机会回到 4.60 到 4.65 左右，止跌回升弹上去，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形成第二只脚 higher low， 而且呢这个 higher low 呢还是建立在这个很强的支撑上面，就是一个回调买上涨的机会。同样的目标价呢大概是5块钱，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，你的钱你做主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在评论区打上一给我知道，当然请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鼓励我，谢谢大家。